要预备噶啦，打板就。Take one。嘅观众，大家好。演员生涯入边最 fabulous 嘅 moment 系 casting 完之后，觉得自己 cast 得几好。我觉得最正嘅 moment 咧，通常都系观众见到嘅。你唔系欣欣，你系叶林。呢個劇組殺科嗰個 moment 係最靚，可能經歷咗一段好長嘅時間捱更底嘢，好熱血嘅事，終於大家做完啦。我覺得最 fabulous 嘅 moment 應該係我決定咗要入呢一行之後，所有難忘嘅記憶都係因為我嗰陣時做咗呢一決定。每個人形形色色，可能每一日做嘢都未必可能會感受到每一個 moment。悲啦、哀啦、好燦爛啊、好開心啊、憤怒啦，都係一個精彩人生嘅一部分。做到今日，我都係好開心啊！經過每一個喜怒哀樂嘅時候。